叫袁友敏，我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同时也是平面设计专业教授和设计相关的策展人。目前我工作和居住在杭州。很荣幸我正在与 Rado 合作，共同打造一款 True Square 的真我系列特别版的腕表设计。我的设计灵感实际上来自于中国传统生活里边的一个日常工具杆秤。杆秤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实际上它是由秤杆、秤砣和秤盘三部分组成的。标识刻度的秤芯是我设计这款腕表的重要灵感。这款腕表的这个造型设计实际上是把秤杆的造型引入了指针，秤盘代表了表盘，然后秤芯的这个刻度代表了指针的这个刻度。在传统的生活当中，秤杆上的秤芯是由银色和金色两种材料来表现，所以我们直接运用了秤杆上的金星元素作为这款腕表上的数字表示。表的背面的元素是凤凰的图腾，它象征着传统元素的重生。这款腕表用到的材质是 Rado 的标志性的高科技陶瓷，轻盈耐磨，佩戴舒适。对我来说，精湛的工艺重要性在于如何巧妙地把中国传统元素与瑞士精湛制表工艺结合在一起。这款腕表结合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和现代极简设计，把穿越时空的文化碰撞浓缩在这个小小的方寸世界里，相信一定可以给大家带来非常独特的体验。